呢，大家好，我是小鱼啊。那小鱼今天要来推荐一款了非常好用的保养品给你们咯。那因为小鱼可能平常工作要熬夜，或者是长期在户外风吹日晒雨打，或者在室内可能长期待在冷气房里面，就会皮肤变得很干燥。所以呢，就是挑选保养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再加上现在夏天嘛到了，脸上又容易出油，所以我非常注重就是挑保养品，就是如果是那种油腻腻的啊，或者是说可能没有办法吸收，我就会不喜欢。那我今天呢要推荐这款的是，你可以看一下，哇，它是外观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是采用那种黄金金箔的那种概念设计。那这款呢是 AA 赛博克 24K 金灿抗皱智能极致霜。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款，另外一款呢是我们的 AA赛博克呢金灿维珍智能超导精华。那我以前呢其实不太会使用精华这部分，那现在就使用完之后呢，觉得皮肤真的提升了蛮亮的光泽。现在呢话不多说，就来介绍这款维珍智能超导精华啦，可以看一下。然后它是这个设计，就是化妆水之后你可以点在脸上。那我自己呢白天呢跟晚上都会使用，白天就是用来防护嘛，然后晚上就是用来修复的效果。那你就化圆方式就推，让肌肤都可以接受到这个精华。而且我们这瓶搭配纳米金箔呢，是我现在最新的高浓度金箔成分哦，非常的厉害。那自从这阵子我上就是擦了这款我们的 A 赛博克 24K 金灿系列之后呢，我发现妆呢真的比较不容易掉，而且一整天下来其实你也不太需要去补妆。重点是它还好吸收，而且会让你的皮肤更加有光泽。然后我们这款呢也是从欧洲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有没有就是很服帖。那上完我们的精华之后，我们会上我们的极致霜。那这瓶极致霜它里面含有黄金的成分，而且是我们贵族呢非常爱使用的。再来最重要就是因为我本身是过敏肌，所以我擦完之后呢完全没有泛红的状态，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自己本身会先点在脸上，然后也是化油的方式让它吸收，而且它的味道是淡淡的那种香气。我其实我蛮喜欢这种香气，因为就是很舒服，闻起来很舒服。而且我晚上呢还可以把它当做那个晚安冻膜来使用，所以呢其实这一瓶呢也是一瓶好多用的概念，可以看看哦。那我们这个系列呢它还有抗老的功效，然后这几天擦下来呢其实皮肤变得蛮有弹性的，而且你会感觉到你的肌肤的那种就是那个细纹啊什么都会慢慢的减少，然后用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物超所值的产品。那我们这两款呢赛博克 24K 金灿系列呢都是从欧洲原装进口，而且都有通过过敏肌的检测。重点是呢它擦完之后呢真的会让你的皮肤呢整个亮度提升啊，然后而且你看其实我现在呢就是没有化妆的状态，皮肤其实还蛮紧致的，然后真心推荐给大家了。然后我们这两瓶呢有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奖项哦，欧洲的美容大奖，然后再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多多去使用啦。那下次呢我们再介绍其他好用的商品给大家，下次见喽，拜拜。